上元历六年九月，天外飞星现于西南，星赤如血。飞星坠地，引动山火，延绵数日。唐门寻得此天外来物，自此物存世以来，可察人善恶。唐门依此将恶人诛之，复佑天下太平。世人只知唐门有隙洞察天机，名为洞天仪，却不知洞天仪取飞星为何，唐门称之阴阳眼。徐和图，找到他。恶者徐和图，余杭人士，甲辰年乙亥月生人，独居京都。此人暴虐无道，性喜铺张，嗜好美色，常招美姬入府。恶者武艺低微，然身居高位，应前采西方暗桩混入府中，伺机杀之。蜀中唐门，行侠世间，诸恶护道，受命于天。幻堂堂主唐飞听令，命你即刻派人潜入徐府，刺杀恶人徐和图，目标信息已然详尽记录在信。刺杀成功后，即刻回报司命方，不得有误。去吧。
是你。才不足一个月，我唐门竟连失三条人命。诸恶密令皆以飞鸽代传，不露声色。看来这人头是自家人送来的礼物。您是说，唐如意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司命方推演数月，却将一个罪名安在死人身上，这样会不会过于草率了些？拜见掌门。拜见掌门。掌门，从死者的窗口来看，应该是被我唐门的暗器唐连散所杀。他的主人便是五年前离叛我们唐门的暗堂堂主唐如意。他的尸骨至今未见，或许他还没死。尸骨未见就是还没有死，那为什么我的父母你却一口咬定他们已经死了呢？令尊令堂确实死于大火，若掌门不信下属，你应该信唐妃师妹，她多年来视你为己出，定不会骗你。小师叔自然是不会骗我的，他一直告诫无烟，身为唐门弟子，武功修为戒律清规，两者缺一不可。但是现如今你们司命方办事不力，接连折损我唐门三条人命，按照本门门规应当如何处置？掌门，望三思啊！依照本门门规，办事不力者应杖责50大板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
二世不立主，久应该严惩不贷。若谁手下留情，一样要接受惩罚。掌门真是天资聪颖，是他们无心觉得不二人选。这掌门之位啊，谁你欺谁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在你们眼里，根本没有我这个掌门，尤其是他。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。 掌门，那也不关我的事，给我继续打。四十九，是你的名字。冬天衣裳，是你的名字。 掌门，是啊，况且我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像恶人呢？对吧？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各位了，大家先忙，先忙。掌门慢走。 行侠世间，诸恶护道，受命于天，杀此一人而救世间千人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等等，下次再给你们算账。 何时？难道你也想反了不成？反？
属下为除尽世间极恶之人拜入唐门，可从未有过反应。过去时，今日仍是。求饶了，晚了。若他动了真格，刚才那掌你早就没命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摔死我了！这老将头的手艺是一年不如一年。拉倒吧，你还有脸问？南阳眼外还锁着一道门呢，早说！我费了牛劲都没有打开，这活我不干了，你让他们另寻高明吧。哎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哎，身为道门的一份子，你说你遇到挫折你就不干了？你的缺精神呢？你服务意识呢？你有考虑雇主的感受吗？你现在双手一摊，你不干了，那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去哪儿找这么专业的团队啊？你不干，他们俩都得喝西北风。老头，你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，机关密门没钥匙，怎么开？难不成钥匙会从天上掉下来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同行，太巧了吧！来者是客，老规矩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小姑娘的东西你都偷了？这是哪儿啊？你们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是路过的。
好心人。妹妹，迷路了，来到哥哥这儿来坐。都愣着干什么？都赶紧给我上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师傅，你那个机关密门的钥匙扣，什么形状？大小如何？大概是一个河道人形状的圆形凹槽，长宽大概两寸，厚度不及半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别动，看到没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师傅，家里煮了猪快糊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嗯，哎，站住！就你俩，想好好转。女侠，我们只是不小心路过的。你们知不知道白龙镇怎么走？啊，翻过这座山，再走300里，然后就到了。啊？那你们顺路吗？顺路的话，带我一个。我不太顺路啊。既然姑娘您开了金口，咱们也不好意思坏了您的兴致。但是带路总要有点路费嘛。你那金钥匙挺漂亮的，要不行，这是我唐门掌门之令，可不能给你们。你是唐门掌门？唐门，唐无烟。时机到了，看我的！师傅，
师傅，你还好吧，师傅？是未干的黄毛丫头，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。师傅，醒醒！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我之前但凡受伤，只要吃点东西就要好。我们一起去镇上吃点东西吧。师傅，走了，这边。等等我！你说你，堂堂一个堂门掌门，身边连个跟班都没有。你们两个不就是吗？连我名字都不知道。这样问嘛。楚尘，小米辣。哎，你去白龙镇干嘛？去找小师叔替我出头。最后这一招，师傅，这么做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是他逼我的。唐掌门，你今天看起来有点怪。哪里怪？怪可爱的。这不怪啊。唐掌门，看不出来你还会弹琴啊？我不会啊，我只是随便试试。那你又是怎么拨弄到我的心弦的？心弦？那是什么？在哪？在这里。在这儿吗？怎么没声啊？快！哎呀！师傅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接下来看你了。师叔武艺高强，术法精湛，多年以来为我唐门鞠躬尽瘁。我已联合众长老，推举师叔为新任掌门。如今唐门诸事未定。掌门令又落入贼人手中，怕是这掌门之位只会让人夙夜难寐。那唐无言终将伏法，望师叔以大局为重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掌门之位我就却之不恭了。真好看吗？我觉得还是黄色那件更好看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这件粉色就挺适合你。可我还是更喜欢黄色那件。喜欢黄色那件，我是不是太破费了？师傅，黄色那件也拿上。小师叔。哎，黄色那件你还要不要了？小师叔就在里面。唐掌门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我唐门换堂所设，用于联络各部门之间的枢纽之所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分明是联络男女之事的风月场所。像我这种正派人士，就算你打断我两条腿，我也不可能踏进去一步的。哎呦，这不是老拉童吗？哎呀，娘娘可真是对你夜不能寐。上次一走，你都没有见人家，讨厌！
这次啊，去奴家的房里好好叙叙旧，人家可想你了。丫头，来，为师去舒缓一下。走，你。不好意思，他们俩好奇怪啊，在干嘛呀？那是叫男欢女爱，唐门之外处处如此，你就别打扰人家。哎，你师傅怎么叙旧叙了这么久？他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？哎，快才出了问题呢，你不懂，他老人家自有安排。哎，宋怀刚，好姐姐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可是我饿了，没人跟我盛上来也就罢了，我自己去拿还不行？你那是拿呀，你那是抢，你想吃自己买啊。就这还要花钱？以前我在唐门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怎么我在这就没有？那是因为你在唐门，大家都对你唯命是从的，你看这戏坊之内谁知道你是谁呀？你是谁会让我这个堂门长呢？其实呢，我说你呢也是为你好。作为一个掌门，就要有掌门的样子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嗯。那，你有想保护的人吗？有啊。谁呀？接下来看你的了。你啊。胡说！我才不需要你保护。好了，你别逞强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来这白龙镇，不只是为了看戏吧？我来这白龙镇是来找我小师叔，现在整个唐门只有他能替我出头了。出头？出什么头？是小师叔。人皆称幻术，不过是些虚而不实、以假乱真的术法。但在我看来，它是一种满足人心欲念、弥补人生遗憾的绝妙手段。还行吧，这些只是哄骗小孩的障眼法而已。小师叔的幻术
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轻易察觉的？除非……抓呀，那只猴！你看，你看，这儿，这儿，还有！哎呀，是我！哎，没了！哎，那边呢？哎，看，真行啊！小师叔，难道连你也要杀了我吗？凡唐门弟子，因谨遵天命所指，如遇恶者，当不问缘由，此而杀之。无烟，你自幼被我领回唐门，想必知道杀一人而救千人的道理。这是我与唐门的恩怨，你先跑。门规所定，是这片天地容不下你。不是我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唐飞最后悔的，便是相信了你，所以我才会傻到将你这恶贼引入我忠于一生的唐门。今天我就再好好的考一考。还是这么慢，毫无长进。起来，
身蛮力，成何体统？再来！骄纵蛮横，身为掌门毫无建树，何德何能，师父竟会把无心诀和掌门令传给你这样的人？早知如此，我那时就该让你随你父母一同葬身火海。可惜，在我眼中，你从来都不是。小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我现在是不是很？在无言心里比所有人都好看，真想不到竟有一天要和阿爷决出生死。小师叔，你不会死，对不起。阿爷长大了，再也不是小姑娘了，往后的路可得再留神些，再像今天这么粗心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道门第六代弟子卢焕堂堂主腾飞，效力至今。记得第一次见小师叔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一块松花糕。这松花糕尝起来不甜，咬起来也硬硬的，但我一直能记得它的味道。你不是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吗？我这不是拿，是偷。
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从小跟着老东西什么都没学会，就学会了偷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你只是个小贼啊！一个小贼，一个恶女，倒也般配。都说这阴阳眼能见过往未来，方才小师叔分明能取我的性命，他为何要处处留情？我明明就是阴阳眼所说的极恶之人。我从小到大跟着师父走南闯北，倒是见过不少恶人。你呀，还差着远呢。可我害死了自己最亲的人，或许那冬天一根本就是对的，或许我就是那个极恶之人，或许我就是……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命。我楚尘从来不相信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我们就在此地互相约定，从今往后无论如何不可再杀一人，我帮你证明那该死的洞天意是错的，怎么样？打勾。来，拉钩，改账。我们刚才说的话就算数了，从今往后我看着你。我其实我不想打断你们的，但请容许我这个局外人了解多一点。外面那个人是谁呀？他是来找我的。你们俩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对付他。我这老人家了吧？前辈，你究竟是何人？道帅叶留香，威名震八方。原来你就是楚留香前辈。差一点，在下楚叶留。叶留前辈，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对付他我绰绰有余。老头，他就交给我吧，我刚才一不留神被他伤了胳膊，这次你就别逞能了。前辈，你这是……臭小子，你护了我一辈子，这一次也该我护你一次了吧。前辈，带他走。走。
看你外表冷冷清清，内心却热情似火，人不可貌相。四季都是夏天，我们一没事就喜欢在院子里睡觉晒太阳，晒着晒着就该到吃饭的时候了。咱们大老头做饭很好吃，每到开饭我都会守在最前面，他老骂我是饿死鬼多少。这辈子注定会把他知道倾家荡产。
你拿到了？没有。那你还敢回来？这掌门令是开启洞天仪的钥匙，你要的阴阳眼就在里面。 喝酒，那老拉头呢？想好了，做好人没那么容易。钱可以给你，但我还有一事。 哥哥要去当好人，哥哥答应别人了。那你要多久才回来呀？快的话两三天，慢的话，在家要听老将头的话，不准打架，也不准偷东西，听见没？你能活着来这里，看来你唐飞师叔最终选择的还是你，而不是阴阳眼。思来想去，没想到我们竟以这种方式见面，真是别来无恙啊，如意师叔。我离开唐门前，你还只是个小丫头呢，五年而已，倒是长大了。所以刺杀唐门行者之人。
果真是你，正是在下。不知掌门有何差遣？你动了情，若再推动无心诀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乃纯阴之体，只要能勘破情关。 天生就是将无心诀炼至圆满之境的不二人选，所以师父才会煞费苦心地将你困于唐门，远离情爱之苦。可惜，你遇见了他，在他眼中，你多年的修炼不过只是一厢淫字而已。不是，主臣不是这样的人，你胡说！荒唐！唐门将你视为极恶之人，逼入绝境。 你却还替那小贼辩驳，当务之急，你该与我楼外楼一起杀回唐门，毁了那阴阳眼。休想！即便是死，我也不会跟你一样叛离唐门。蜀中唐门，行侠世间，诸恶护道，受命于天。 你真以为区区一座唐门就能代表天意？你以为他们将世间恶人诛尽，世间便不再有恶？你看看他们，他们的名字曾经都出现在司命方的名册之上，本该被行者所赐，落得个恶人当死的骂名。 但他们哪个又曾做过极恶之事？还有你，你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救那小贼，你也是恶人。这天下间哪有什么极恶之人？有的只是你们这些被那阴阳眼摆布生死的可怜之人而已。 是阴阳眼，他假借天意之名，让我唐门与天下为敌。师傅将掌门之位传授于你，也就是将唐门的未来交付于你。只有他，才能毁了阴阳眼。只有你，能守住唐门。掌门在上，请率领属下助我唐门重回正道。 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我真替你高兴。这五年以来，师妹也不敢有片刻忘记师姐。要不是急着要杀你，还想跟你好好叙叙旧呢。你这掌门之位，坐得倒是安安稳稳。 但似乎师姐你这次来的有点匆忙啊。
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进来的？好了，大功告成。这些是道门的伏火雷。不错嘛，既然知道伏火雷，没想到老将头这手艺竟然传到你们唐门耳朵里。这伏火雷呀，遇火则爆，他想干嘛？威力极大，更重要的是他质地轻盈，工艺简约且便于携带，而且提我楚尘的名字还能打折哟。臭小子，你耍什么花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要用你的人头来昭告天下人，这就是你和唐门，哦不，和我作对的下场。
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的爹娘没有死，我会不会和寻常人家的女儿一样，送诗下棋，对镜理妆，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去找个好人相伴终生。同时，我又在想，我该怎么迎接那些将我满门逼上绝路的人。如今，我总算找到答案了。唐无言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被阴阳眼所蛊惑，你给我醒醒！唐霜师叔，你说呢？我所见的究竟是真还是假？真的，唐霜，是真的。你的父母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极恶之人，阴阳眼是不会错的，永远都不会错的。唐霜，
你做到了，你成功了。不，你不会死的。没事的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主持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活生活死不重要。不，在无言心里，你不是小子。那我是什么？你是，是什么？你是，是什么？我怕真的会出事儿。走，我带你去。慢点，这边。哎呦，小心！没想到唐无烟靠情突破无心诀的限制，破了阴阳眼阵法。你借阴阳眼编造假象，激他杀人，逼他坐实恶人之名，根本不是唐门的正义。你不杀我，阴阳眼一回，你受蛊惑日久，该清醒了。你将善恶交付于那阴阳眼，却忘记命运其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曾经的唐门不在了，但新的唐门可不能没有你。